大家好，欢迎来到陈子乐园。今天小猪佩奇为乔治准备了好多好吃的。姐姐，这里面都有什么呢？让我们打开来看一下。这里面有很多美味的点心，看起来都好好吃啊。都有哪些好吃的点心呢？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。这里面有面包餐的面包，我们把它切成了两半，看起来好好吃啊。这里面还有方包餐的三明治，我们也把它切成了两片，这里面有火腿还有青菜。那你们喜欢吃三明治吗？这是一个甜瓜妹妹的马卡龙蛋糕，里面有厚厚的奶油。那你们喜欢吃马卡龙吗？这是面包超人的纸杯蛋糕，纸杯蛋糕上面有厚厚的奶油，下面的蛋糕看起来好好吃啊。这里面还有美味的奶油蛋糕卷，我们把它切成了两块，奶油看起来好好吃啊。还有什么呢？这是细菌小子的芝士汉堡包，我们把它切成了两块，这里面有芝士、汉堡还有蔬菜，看起来都好美味啊。这是面包超人的紫菜饭团，紫菜的地方可以撕下来哦。还有蓝蜻蜓妹妹的紫菜饭团，这个的紫菜也可以撕下来哦。那你们喜欢吃饭团吗？嗯，看起来好好吃啊，我要吃我要吃。他们开开心心地吃了起来。佩奇和乔治把所有的点心都吃完了，大家也一起动手来制作美味的点心吧。你们最喜欢吃哪一种点心呢？记得给我留言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